哎呀！哦，安尼真的请到您，真是太高兴了。哪里？哎，都是拄只行过来，去互你好去，互你甲你拦着嘛。袂啦，袂紧啦。哎呀，唱一条这个歌曲，敢那敢那对唱，这样是心在有这个荣幸，甲你合唱一条歌曲。荣幸啦，荣幸安尼啊。啊，无甲你，无意思，要甲你纠正啦。我听讲今仔要来唱一个好的歌呢。安尼啊。我都无真有研究，唔知你会晓唱啊，袂晓唱。 哎呦，你哪会这客气安尼？你若袂晓唱，要哪有可能？诶，一支小雨伞。啊，是。来来来，无问题哈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较难的。再搁落雨，搁落雨。咱两人，咱两人，最近也着一支小雨伞。 小路又歹行，咱着小心行。你甲我，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，一支小雨伞，雨伞。啊，甲咱做伴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。 我哩刚才要炸火烧。迄早起啊，落大雨，落到彼个埔，阮为着等你，害阮三姑。 甲咱哥哥，想起咱爱情算来简单苦，亲像初恋的路，想起咱拢是为着幸福前途。 今日的落雨，想着彼日，哇，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连串有关于雨的歌曲，非常高兴能请到林慧萍小姐。 就在山山坡路，风吹雨打，难排难。心内真空，你想袂出彼个人。
春天花长青芳，双人心头鸟震动，有话想要对你讲，不知通抑毋通。何止香，敢有别项？肉温笑，目睭光，你我难海思。风正轻松，双人相约来游港，有话想欲对你讲，不知通也毋通。倒一项，敢也有别项？肉温笑，目睭光，随在你头处处啊。沙滩，双人相看有所望，有话想要对你讲，不知通也毋通。多一项，敢也有别项？肉温笑，目睭光，嘴唇连一珠珠啊。唱了这么多首歌曲啊，真的，发现泰国的歌你常常采用这种 tempo 啊，对，但是啊，那这个华尔兹的歌曲很少听你唱过啊，好像没有哎，我从来没有过吗？没有没有，但是我在你的这个唱片里啊，听过你唱过一次华尔兹的歌曲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哎，既然来到了节目中啊，哎，让得来到底来回味这首你唱片中唯一的华尔兹的歌曲，心里压个一遍，那来好唱几条，好的。香香
双人约束心欢喜，等酒到深更。
心用水冷好，
这首歌曲当然这个可以算是歌龄相当老，但是我觉得跟几条日本时代到今嘛，哎呦，恐惊你都无法度，恐惊不要唱。哎，这条是文夏先生的歌曲，《彼个小姑娘》。彼个小姑娘。哎，安尼你来唱台语，那么我也来贡献一下。现在日语也开放，我来唱一段日语歌。哎，卡扎爹这个西餐厅时代，我就常常唱这首歌，那个博得了相当多的掌声的，很多日本人看到我觉得我很像日本一个明星啊。叫做乔幸夫啊，有没有像跟哪一位日本的或是亚洲的明星长得很像？不知道啊，哪一位？宫泽理惠啊。宫泽理惠太漂亮了。发育前的宫泽理惠。还发育前的。来，不要开玩笑了，好好唱这首歌，你也没问题吧？来，披脸袖口流，哎，快点准备。心命不值钱。
谢谢青哥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，你好，对对对，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，各位亲爱的电视机旁边朋友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谢谢。哎，刚才听这两首歌，真是标准的蔡秋凤的歌路的歌。对。平音加当了，变成你的特色。那个鼻音是与生俱来的，还是里面有一点问题？没有啦，就是因为我平常很多朋友都说，哎，王烈唱歌来鼻音他当，你是用鼻音唱歌哟？不是啊，用鼻音来唱歌，当然是用蛮自然的，可能是我鼻腔共鸣比较重。鼻腔共鸣是吧？没事啊，是不是侧面特别的高，里面的空间特别大？一般人大概那是一房一厅，您就是三房两厅，空间大。那个蔡秋凤呢，这一晃眼的时间呢，在你的特殊歌路这个，在我们记忆中啊，也是有相当一段时间。出道多少年了？将近有8年。8年的时间了，这个灌篮高手哇，最可怕。大概有10张吧。10张啊，哎呀，而且这个相当的念旧，始终跟一个非常默契好的这个著作这个蔡振南先生啊，一直都是他写他的歌，你一唱他的歌，他也讲得相当的满意，哎，这互相的这个歌曲方面呢，一直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出现，最近又有新歌了。对，最近因为换了老东家。换了新东家，因为老东家现在在往电影，然后电影发展，对，然后就没办法。天哪，怪不怪？换了老东家，对啊，我觉得我本来跟他公安呢，太久没有上电视了。而且这个是印象，我觉得最深刻的都是你有几条瓜，淘几碟 K 嘛，大家乐几条瓜。哦，下面的。你当初那些赌风也相当的这个正风行，哎，正在风行啊，就这个，但是这已经是过去了。大家那街头巷尾抢干嘞，那菜市啊，那做土水都是高一刚那咧发白啊，都抹上来要夹头了。嘿，有时那油头革命，有就是欢喜革命。刚才广告拢做欢喜，啊，头家拢油头革命。哎，你一条瓜讲进了大家乐里面，那表白的方法啦，差不多拢唱个套套。我是比较吼，他写起来，比较拢什么内中有什么艺术啦，什么有拢个唱出来。哎，唱的跟那个当时的情况相当的符合。啊，你本身有签白吧？我本身是无咧签啦，不过一寡好心的朋友拢讲。我了这些钱，哎呦，好心给你报个了奖出来了，哎呦，没有开玩笑。那功德这样，大家呢，今天就是请到您的本人来到现场，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。段子好久没有唱过了，听快没的，大家乐。好的。拍手节奏。九九讲是天公伯，空空讲是地王伯。是电子鸡转去，半步啊步单来问东西，啊暗头啊来去看戏，啊半暝啊梦啊梦白去，梦什么？我梦着一只猪，啊梦猪讲。